妹，你写可以补救吗？我知道，谁跟你说的？我知道啊，我放在这里啊。我说没写可以，真的啦。对的，谁跟你说的？没有啊。对的，没这样。对不对？你没有上班。谁跟你说的呗？我放在这里，我的手啊。真的啦。干嘛？没有，你不懂吗？干嘛？